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我这次呢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绝对必备的超级实用的小手洗，而且是专门是为小朋友设计出来的小手洗的儿童洁净护手喷雾。而且这次呢它有礼盒组哦，礼盒组我觉得这个超级实用的，它有里面有一个小罐的万用瓶，还有一个补充瓶啊，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省，而且呢价格很划算。因为呢现在不管到哪里去基本上都要用酒精来去消毒双手，不管去哪里还有回到家里都要消毒双手。那因为我们大人自己的手啊经常使用酒精来消毒双手，那肌肤都会变得干涩裂开不舒服，还要一直去擦护手乳之类的。那小朋友的手呢，小朋友的手的肌肤超级的细致，那你们怎么还会想说一直用酒精去消毒小朋友的手呢？因为像我女儿就会跟我讲说，妈妈我的手会有点痛痛的嘞，啊，所以有时候呢帮她擦那个身体乳啊什么的，就顺便一起帮她擦手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想说那换个别的东西试试看，那是不是比较好呢？所以呢我在网络上面就是有看到有在推荐这个小手洗儿童洁净护手喷雾，而且呢它可以抗菌防护呢，又可以滋润的保湿你的双手，而且大人跟小朋友都适合使用哦。而且呢我觉得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不管是除了喷在手上以外呢，哎，我跟你们说它的喷雾超细的超细的，而且像小小一罐，还有盖子可以让你盖上。不管是到外面用餐，你就还可以喷在桌面上面做清洁消毒。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去保公司啊，外面啊会按电梯，对不对？按电梯或是摸那个扶手，那你也可以消毒一下你的双手。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所有人，而且是全家大小都非常适合使用的。还有小朋友在玩的玩具啊，也都可以用这个来喷一喷做消毒清洁哦。它是通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的，超级小巧方便，而且补充液呢它非常的省着用，它抗菌效果呢有达 99.9%， 而且呢也有通过亚洲人体实验，敏弱肌肤的人也可以做使用哦，所以这个部分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也是台湾的专业绿色有机工厂制造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产品上面呢也有投保10,000,000的产品责任险，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全部就把这个生活上的安全护手清洁呵护和消毒这个部分交给小手洗吧。而且呢它的主配方呢都是公开透明化的，所以你在官网上面可以看得到它的所有的细节，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它说哦暗扛什么，然后偷偷加什么，没有，而且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还有香料，所以让我觉得是非常放心让我小朋友使用的。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逛逛，去看它的一些产品资讯，我觉得它是以爸爸妈妈的角度理念去发想去研发这些东西，就是要让我们爸爸妈妈们呢更放心的使用。那我好期待下一次它出的商品会是什么。像我啊在帮我女儿喷在手上的时候，她就说哎、欸、有香香的味道哎、欸、我说对啊，而且它是没有添加香料，它是原本里面它就是有萃取物的香味，它不是额外添加任何的人工香料哦，最重点是这个部分。而且小小的万用瓶非常的方便，它官网上面呢也有单独贩售万用瓶，它有几款的那可爱的图案可以做选择，然后放到包包里面很方便，就小小一罐丢进去，那其实你要拿也就真的很方便。还我觉得全家一人一个刚刚好，那又加上有这个补充罐，我觉得就是完全全家人必备。还有拜托真的请各位爸爸妈妈们不要再用酒精去消毒小朋友的手，小朋友的手呢肌肤非常的细嫩，而且呢它是细嫩像是那种水煮蛋鸡那种感觉，它不像我们这种大人的手也已经是老皮了，所以呢小朋友的手呢不要再用那种刺激的东西要去帮他做清洁或消毒。我知道除了现在疫情的关系，那可能之后我们会固定会遇到的哦，肠病毒啊叭叭叭之类的，变成是手部消毒还有手部的勤洗手，这个观念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赶快赶快去官网上面逛逛，我真的觉得它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